现在这条道路位于西大沽，正在往西走，现在途经，不是正在往北走，现在途经西大沽，要去一个春雷集团组装40台电脑。先这样吧。GoPro 停止录像。大概来回路程将近有30公里吧，具体详细距离没有看，但是通过导航看的话，基本上过去得10来公里，回来10来公里，反正这个电动车不知道能不能，这电不知道够不够啊，就这吧。今天这活儿一天怎么也应该能干完。哎呀，同事那电动车跑得真猛啊，呵呵，好姐的车真猛，这亚米这个电动车，呵呵，把这个都拧到底儿了，这加速都加到最高了，就这还是赶不上人家的车。 GoPro 停止录像。GoPro 停止录像。GoPro 停止录像。这个地区应该是最后一个小区了，再往西都是山，都是公路了。这是富力城。哎呀，我这电动车跑得好慢呀，好姐的车子都落我得有50米100米了，得有，都快看不着好姐了。哎呀，哎呀， GoPro 停止录像。哎呀，这个九州驾校在这儿了呀，以前光听说光看广告了，这个发现这九州驾校竟然在山区最靠西边了，过了滨江路还得再往西走过几百米。哎呦喂，
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，这还有个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。哎呀，行了 ，GoPro 停止录像。这条道一看就是以前这儿就这么高，后边生生拿那挖掘机修路把这儿挖出来的一个道，你看两边这个地形就差不多看出来了，这个路都是用这个路都是用的挖掘机生挖出来的，然后再修成了现在这个路，因为两边都是两边的地势都比较高。停止录像。哎呀，这儿环境比较乱。GoPro 停止录像。这底下嘞，这个都是。要不是树这么密的话，看底下还以为是平地的，这底下是大深沟。环境比较乱，说话都得喊着嗓子了。这是过了滨江路以后这是哪条路了？不知道这是什么路了，我嗓子都快喊哑了。GoPro 停止录像。路标上面写着张郭老山，我估计可能这片儿有一条道是往张郭老山走的道。哎呀，基本上现在距离好也得有100米，100多米了，马上就要到，看好姐已经拐弯了。GoPro 停止录像。折腾了，现在应该是1点多了，反正折腾完了。是回去回公司的路上，GoPro 停止录像。GoPro 停止录像。GoPro 停止录像。哎呀，下班干完活回公司啊。
个好像刘佳敏这个电动车没充上电，当时光把这个插座插上去了，但是忘了看通没通电，结果在这干活干了这段时间，干完活了这才发现这个电动车电池没充上电。骑估计应该能骑回去吧。这是啥？前面这是红星美凯龙吗？哎，32路咋从这走了？看他拐弯呗，还拐弯嘞，这就是红星美凯龙，就这儿。